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我是李光，今天我要跟我妹妹来玩手游啦。没错，这个游戏呢，是我刚刚在玩那个这什么？玩一些手游的时候跑出来的广告。它叫做轰隆隆佣兵团，然后那广告看起来好像很好玩。然后轰隆隆隆隆，锵锵锵锵，拉风拉风，一起发动。喂，不是啦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。这个游戏呢，看起来蛮不错的，我们就下载来试读看看。然后它竟然是一个有中文的，而且像是那种感觉我们台湾可以玩的那种官方游戏啊。重点是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嘿、hey, ，繁体字。对，是繁体字哎，所以这游戏台湾是有代理的哦，全部同意哦。它很像是我们现在看到那种外面的手游，哎，很像那个我们之前玩那个搭搭特工那种感觉。哦，搭搭特工有点像。我们看看，它还要我们这个点击继续。哦，有音乐，好可爱哦，哥哥那个人物，它可以动哎，好可爱哦。而且音乐好大声哦，我把音乐转小声一点哈。OK， 哦，我现在在一个像恶魔城的地方，我是一个，他说我们要赶快找到公主。哦，我们是勇者。我们是勇者。哦呦，公主被抓走了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画面？太 Q 了、啊，真的很可爱。这真的是我会喜欢玩的风格。哎，真的好可爱，小蜘蛛。哎呀，我挖破掉了，被我砍破。好可爱哦！这游戏可以探索哎。对啊，感觉很多东西。就是这里了，前面的怪物手上有钥匙。好的，哎，打怪。他骷髅也长得好可爱，哎呀，好痛哦！我扣了15滴血、拿到了一个监狱钥匙，哎呀！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先打我？对啊，英雄加入哦，这是英雄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救他非常好。来来来，我有两个伙伴呢，走吧。这是妹妹，妹妹你晒黑了。妹妹，我被黑了。公主就在那里的城堡，我们要快一点。我、哦、等一下、前面有点多哎，怪物有点多哎。哦，我们打得完吗？哦，走位吗？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我好强哦，我们好强哦，妹妹好强，对，妹妹好强哦，李光好强哦，我好强。我们要需要有钥匙吗？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，这是什么法师哦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有尾巴，哦，那是剑哎、欸，哇，他是剑哎、欸，我们来砍他，啾啾啾啾啾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哦，什么鬼啊？哇塞，进化气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哇哇哇哇！一招全死一片哎！御剑术，哇塞！哇哇哇，这太强了！这有点太强了吧？进化魔法阵哦，我们有五个，捡到五个了，直接进化。进化可以干嘛？获得一只小精灵。仙女教那个教母。哦哦，他把这边进化，我们可以走进去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大王，魔王，哇、这看起来好强哦！第四个伙伴，狂战士，有没有一个法师在后面帮忙？我觉得怪有点强。哇塞，好帅 我们太强了。我们是在玩 SAO 吧？上啊，雅斯娜！哇塞，哦，大魔王。十秒。哦，这碧姬公主吗？来来来，我们是马里奥，马里奥 RPG 版。走。原来是马里奥、我是跟着你来的哦。又来，越多越多人来跟帮我们了。哇塞，他那个蛇，哦，那是蝎子啊。一开始就这么强的吗？哎呦呦，哦，这只好强，感觉哇。打爆啊！因为这是前演呐、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是，就是打一打到最后就重新开始，就给你先觉得很爽。对对对，我哟哟哟！我直接不用做我都不用动放置性手游，不可以就这么结束？奚落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快打赢他就输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可爱啊！这游戏真蛮可爱的，你看有没有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什么？我要救出公主。我们要先到村庄看看。村庄没问题。好可爱哦，这个可以拿吗？不行。哎、他说要消灭三只兔子。三只兔子。天哪，可爱的兔兔，你竟然！抱歉了，兔兔。哇哇！为了生存。对，为了生存。兔兔。抱歉了，兔兔。获得奖励。哎、yeah. ，我给他肉，他就可以成为我的伙伴。加入哎。谢谢哇！你吃生肉啊？获得一只新英雄，吃兔兔的，他是橙橙，橙色的橙橙，橙色无敌橙橙，很像橙橙，或者他比较像洋葱吧？洋葱，真的很像洋葱，很像洋葱。获得奖励，哦呦，10块钱，我们要去收集食物，5个。抱歉了，兔兔，好多兔兔，成为我的食物吧。
哇哇，我们好坏哦，又获得奖励，要去帮助裸体杰克。裸体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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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太对吧？人家这狗是可以杀的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哦，还可以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帮你的。那是狼吧，还是狗？狼吧。我刚刚把他的，我把他爱人给杀了。来，英雄加入，来来来，裸体杰克，请问一下，杰克，你刚刚到底做了什么？对啊，你裸体。他蛮胖的，好可爱哦，肥肥的，是可以伐木吗？欸、可以伐木哎、欸，获得奖励，哦，收集素材，这个，来来来，哦，哎、欸、呀，好舒服的游戏哦，我的天，啊、这游戏我觉得我自己也想再来玩，想来玩对不对？你们因为你们一定以为我在工商对不对？可恶，没有，哎、欸，这个魔法阵该找我工商了吧，哎、欸，这游戏好玩哦，这款真的蛮推荐的，哎、欸、呀，目前舒服下来，好可爱哦，这游戏，真的，我们要杀。我们要杀裸体杰克的爱人的爱人，这是什么进化魔法哦？你看过不去哦，进化过不去，进化，哎，进化魔法阵又是一只长得仙女教母又出现了，那 Q 猫哎、欸，那个仙女教徒有点 Q 啊，头发有点 Q 哦，来获得奖励，哦哟，重建村庄是吧？重建村庄、哦，简单啦，重建村庄，哇，我们先多伐一点木，一定等一下一定要需要木头。未卜先知，哇！我玩这游戏高手了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我们进去。哎、欸，铁匠，哎、欸，铁匠，哎，我来看可以跟他讲话吗？不行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哥布林、哦，哥布林，我是哥布林杀手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草原弹珠也太多了，哇！结果不是要树木，而是要草原弹珠。重建村庄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把哥布林干爆了。绿宝石。也是绿宝石，哎呦，消灭十只史莱姆。史莱姆，他叫哎、欸，怎么他们怎么不走离开了、啊？哦，瞬间移动。哦，所以现在这是啊、哦，这是我们村庄啊，在村庄内他们就会自由活动了。哦，酷哦。哦，而且他这边还有肉啊，这个宝石跟那个木头有没有？对啊。哎、欸、呀，他们不跟我走哎、欸，哎呦，有。出去就会开始银色史莱姆，你知道在勇者斗恶龙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史莱姆是肉啊？难得。哎、欸，对耶对耶，史莱姆一般来讲不是肉吧？哦、我们要去帮助佛利，奥利佛辛迪，我们要先进化一下，进化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他说的那个人在哪里？啊，怎么自己跑去砍人了？跑去砍？哦，前面有看到了，他倒在地上。我来救你了，他肚子很饿，哇，他食量很大，要吃十个肉，哎，哇，十个，哎，这很像那个，哎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我们玩那个世纪帝国，有没有？你要用肉跟木头去征兵，需要木头，你需要木头，需要石头，伐木工，木工，前面有那个宝石，谢谢，这是初级魔法师啊，他看起来他妈妈哦，是阿姨吧？妈妈，真的，阿姨的魔法师。妈妈，你就别再当妈妈了，走出来赚外快，来当魔法师。哎呦，当魔法师啊！建设训练营。建设哦。这是什么？进化一下，看是不是在这边。进化。哦。训练营是在哦，好可爱啊、哦！这个好像那个风之谷里面那个蓝姑姑哦。哎，小老鼠，还有对啊，那蓝色姑姑哎，好可爱哦。他长得有点，他还有点像马里奥的那个姑姑，有没有？哎、对，还有马里奥姑姑。我们把这边全部灭了，对不起啊，我是生态破坏者，史莱姆被我灭绝了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我的血好像有点扣，你看，他们两个有扣血。对，有扣哎。有点，应该可以啦，这个血量还很 OK。应该他到底应该会红红的吧？对啊，来来，继续进化，我要一直往前走。哇！一次给我拿十个木头，太多了吧？进化，有了，往前走。还有钱呢、欸，呜！钱在哪里？我要挖这个宝石，还不帮我挖宝石哎、欸欸！有了，挖起来！进化！训练营在哪里呀、啊？对啊，在哪里？还是在家里吗？快到了！哦，哇！熊妈鸡，好大只哦、喔！这是 boss 吧 ？Big Bear。你要去打吗？来，
上啊！来了，贝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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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杀死人了！有点痛，哥哥有点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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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，有点痛！哎、欸，他还帮我补血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像法师会补血，有吗？他有帮我补吗？好像没有没有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哇，对啊，哥哥要红色了，哎呦，哦呦呦呦，哦赢了，赢了赢了！宝箱，开个宝箱，我们还三等了呢，宝箱打开，哦，看广告可以加40个木头，应该不用啦，直接领取就好了，那还好，不用，对对对对，木头没有那么缺好吗？挖一挖就有了，对、啊，我还需要看吗？真的是哈 ，OK， 我们打开了，我们训练营怎么还没看到？是在家里啊，哥哥。哦，对对对，有可能哈。对。对耶，他这边前面有个宝箱。啊，我有洞穴，有副本。哇，狼的巢穴吗？还有副本，好像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？我的天哪！对啊。啊，完蛋了，这完全中我的好球袋。真的。来来，宝箱探险啊，八个木头。这还叫宝箱吗？八个木头到底为什么会叫宝箱呢？好像通常是要藏个什么武器之类的吧？对呀、啊，或钻石之类的。哎呀，这什么鬼啊？好恶心哦！人参，人参，人参怪，打他！哎，副本打勾了耶。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吗？妹妹，你觉得要去探险看看吗？好啊。我们死就是不要去训练营，怎么样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三只怪我先打掉。可以，至少我知道我法师会帮我补血。走啊，去打副本。副本打勾哎。走啊，进去，进去。进来了，哇塞，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大哥，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多了一个新伙伴，要躲要躲，要躲！我多了一个新伙伴，帮忙帮忙帮忙！连续猎杀奖励，他有连续猎杀22 kill 哦，这是要连杀连杀连杀奖励，要连杀一直连杀，完了完了，有点痛！小康宝30康宝，30康宝了，30康宝了，各位，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！能补吗？能补血吗？哇哇哇！哇，完了完了！好像会灭，要灭团了，要灭团了！哇哇哇！有他帮我上盾了！帮帮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！这副本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有了有了，下一层！有了，嗯。哇塞，有点难哎，还到下一层哦！哇塞！我们的血量这样怎么到下一层啊？这样确定可以到下一层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要，完了，死了！完了完了，死一个！哇哇哇！这游戏死了吗？那钱可以吸吗？不行哎、欸，不行，他死人就没了。啊？还是其实打到结束，我们回出去外面还会再回来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怎么就这样死了？完了！哦，我们入魔窟了。哇，真的入魔窟了，完了，要再死一个了。哎、欸，五等五等五等，五等哎、欸，扛一下扛一下，哎、欸，到下一层，喂，别，什么意思？我看看会不会升回来，没有，完了，没有，哇，他应该会有回春吧，人复活，死光了，哇，要死光光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啊，可以复活，可以复活，复活哦，这是复活吗？不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我加了什么，是哦，是 buff 啦，是 buff 啦，那個、对对对对对。有这种东西要讲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哇，大王，大王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他应该可以，扛得住，扛得住吗？扛得住吗？拜托，加油！爆！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！哎，啊，我的战士怎么不打人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哇哟，这次战士好强哦！哇，胜利！胜利！这仗是过了，是不是？33块，看广告可以拿150%的奖励，不用，谢谢。哦、不用看广告真是爽，没事哎、欸，哦，没事哎、欸，还好、哦、是副本而已。如果你要这只罗拉的话，要30块钱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啊，里面刚刚那个勇者只是来帮忙的，你看我帮你的，没有没有勇者，可以回去看一下训练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回村帮忙训练一下。好，哎、欸，还有宝箱哎、欸。等等再过来，我先回城。它、啊、没有什么按钮，按一下一键回城吗？哦，怪好多哦。没有。拜托，我们已经是升级过的人了，我们会怕你们吗？你们这只是我们的肉而已。升等了。对，没错，这是礼物结束。
啊，他是说这只角色你要的话只剩两天，先别了吧。OK， 我快到快到，我们 快回村了，先回村，先回村。嗯，这边还有个瞬间移动呢。哦，哇塞，我们战力还没有到六千。下次对，下次可以移动的地方就是那里。没错，哎，这边有个副本十级，我们还没十级。训练营打开，我们先建帐。有了，我们完成训练营了。哦，训练营是可以给我们东西哦，这很像那个每日那种，我们要解那个。对，要解锁。哦，这是吃这个的。哦，石头是这样用的。哦，点这是什么？回归，激活回归锅能。哦，我们可以回归了。哦，是直接可以回家的意思吗？好像是哦。我们前这边有了，再加攻击力的伤害。解锁体力，我们有八个。再解锁，哦，再解锁，哇，没了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嗯，这个石头不够了。要三的，嗯。我们到时候哦，回归路口有回归，就是我们可以回，就是按回程呢。奖励三个。酒馆，我们就把木头全部拿过来用。哎，这游戏召唤，这游戏也太好玩了吧！啊，等一下，可以召唤呢，可以召唤。哦，100块可以招一个，100块，我们可以招三次。招，来一个强的，来一个强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啊，好啦，可以把它强化，可以强化它啦，应该可以强化。嗯。再次。啊，他叫我妈妈，欸，大妈妈。4比4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碎片。我们可以用碎片强化英雄，因为我刚刚那只已经25了。哦。更新，哇，变强了，变强了。哇哇哇哇！再强化！哇，他六等了！哎，这游戏完了，我完了，我有点完了，我也觉得好好玩呢，哦。我有点入坑了，完蛋，完了！我想说这广告看起来不错，玩一下好了。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不行不行，这游戏，我靠，这游戏感觉，哎，怎么白色的啊？这张卡很烂，妈妈魔法好像没有很强。好啦，最后一次，紫色的，拜托了。拜托！耶，yeah! ！有啦，完了，入坑了，真的要入坑了。哎，欸，麻烦那个轰隆隆佣兵团，啊，看到我的影片，拜托，可以找我工商。这游戏好好玩哦 ，fuck！ 我们要更换英雄啊，英雄只能有四只哦，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啊，只能放四个，这个啦，那我们给紫色啊，自动布置，哎，自动布置，他帮我，哎，白痴哦，哎，不是，这只强化到六级也只有552，哎，他伤害也太低了吧，因为他是最低的普通的啊，那我强化他干嘛？我干嘛花钱强化他？哦，剩六十几块钱，我们要去消，我们要自己去赚钱钱的训练营，哎，有金蛋，我们有那个啊，哦，可以升，有5颗了，嗯。再生一个，好，走。Okay, okay. 我看我们木头还可以去副本十级兑换，嗯，兑换可以兑换什么？哦，啊，钱不够，宝石。这边现在酒馆可以了，其他还没打开，嗯，这个也还没打开。哇，我们要去赚钱的。这游戏我很期待之后会怎么样哎，欸，走，先赚钱，先赚钱。我们看一下这是法师，哦，他是忍者，哇。还剩那个剑，很强哎，欸！来，我们要收集老鼠啊！这游戏，哇塞，怎么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游戏呢？对啊，砍起来！这游戏这么棒的，顺便伐木，完蛋了！棕熊，我们刚才打倒过哎，刚刚那只，它应该会复活。哎，欸，好可爱啊，这只棕熊！来了！啊，没事啊，站着打就好了，我会怕你吗？哎，欸，哎，欸，完了，法师。哎，欸，只要按这个方向键就可以玩的游戏，真的是很方便。还好我的法师会帮我补血，只能放4只，有点可惜。我觉得想要放100只，搞不好阿哲会增加。搞不好哦，对对对。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就是广告有100多，越来越多。对啊，而且我刚刚看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回归，回哦，暗黑破坏神，暗黑破坏神。哦，真的很暗黑破坏神。哎，欸，不行！如果我们要接工商，我们不能提到竞品。哎，欸，没有啦，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要工商了一样。哎，欸，酒馆消灭二郎。哎，啊，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刚刚这个可以直接再抽一个好不好？抽
这个，再来一个，再一个，来一个，再一个，强的，强的，强的，敢不敢？哦，不要再给我胖，这怎么又是生他？拜托，不要再给我胖，生我们主角了。哦，哦，好想要，我钱不够，钱不够，钱不够，不够，再赚钱，可以可以赚。我们可以先，哦，可以更新，可以更新，哦，可以升的，哦哦，哇，我没肉了，食物不足，哎，玩到什么？我绿宝石撕掉了，哇，shit，你的绿宝石，那绿宝石感觉很重要哎，哇，等一下，那哥哥还可以再升哎，可以再升，我没有肉了，没有肉，没有肉，走，可能要打一下，打怪打怪，我们生态破坏，走，兄弟们跟我走，生态破坏，走。我现在速度好快哦，杀怪的速度，好爽哦！啊，这包包可以干嘛？不存在道具，可怜。道具，悲哀没拿道具。对啊，悲哀没道具。哦，前面这个可以挖，这个挖。哦，挖这个需要，这个需要。这我们非常需要，挖起来，挖起来，这是我们要升技能用的。嘟嘟嘟嘟嘟，音乐也蛮可爱的，嘟嘟嘟。我们只要收集完肉就可以直接升级，我们不用回城，你看这边就可以。三十人，你看，我们可以直接原地升级。原地升级，就你了。主角啦，主角。这是这啊，妈咪。主角是这个吗？不对，主角是不是这个吧？主角是蓝色那个，对对对。蓝色的。OK， 来继续。冲啊！冲啊！哦，好舒服哦。啊，一回归就出来，又可以再重杀一次了。哎，你好。它会重生。棒欸，我们要把这边解开吗？我们往前。可以啊。狼，哥哥，我们要杀狼20只。狼现在在我们手上也是嘎嘎乱杀。哎呀，走过路过，狼群就消失了。真是的，这里的生态毁灭就交给我们了。这是尖叫草吗？对啊，很像那个哈利波特尖叫草。啊，对啊，很像。来来来，好可爱哦。叫曼陀罗是吗？曼陀罗草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。曼陀罗草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忘记时间，各位。我们不知不觉好像已经拍了20几分钟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们后续继续玩这个游戏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赞，点超过1000个赞，我们就来玩耶。好啦，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玩玩看这个游戏啊，感觉很舒压。那如果还没点赞的，帮我们点赞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。拜拜，拜拜。